想起这首歌的旋律。嗯，阿姨，我想问一下，这首歌是你喜欢还是先生喜欢？我喜欢。你喜欢哦。今天阿吉娜俊逸唱这条歌，你满意吗？很满。很满意啊、哦。谢谢谢谢。俊逸过去跟阿姨握个手，对。已经握过。希望你加油。谢谢谢谢。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忘记一件事情，就是歌手的责任是什么。现在可能歌手有时候是要红，要赚大钱，要很多的女生喜欢。其实回归到原点，歌手就是一个传递情感的人。我相信俊逸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，已经是比任何畅销唱片或者是得了什么奖的人都还重要。对，对啊，真的，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对的。好，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，谢谢。争夺冠军宝座，往各处去找聊聊天。非常非常不简单哦，因为我看到那个大飞的表情，你在唱歌的同时，你还要再去计算那个速度，那个刀子会不会飞过来或什么。其实我在相信你，你心里那个压力已经很大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表演真的很难得。是什么演出让评审如此惊叹呢？抓我，抓我！我一直在怀疑你有几个喉咙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声音怎么会这种？你会为台湾争光的，一定会的，你太有脑了。